刘嘉玲、吴建豪同埋伍允龙呢日就一齐出席私人派对。嘉玲姐日前喺社交平台就放咗条食汉堡包嘅短片，非常可爱啊！但系食咁多嘢，身材仲系咁 fit， 到底嘉玲姐有啲咩心得呢？少食多运动，即系我唔爬山做跑步啦，唔跑步就做 gym 啦，即系点都揾啲嘢令自己个身体细胞活跃起嚟啦。另外，同场嘅伍允龙早前就出席咗安智杰女女 Tessa 嘅三岁生日 party。身为契爷嘅佢，又送咗啲咩生日礼物俾小公主呢？特别开心啊！因为现在我在 TVB 拍电视剧，所以有一点时间可以去看看我的干女儿，我很开心啊！哇，我买咗一个很大一副Lego 那个toy 给她玩。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都喜欢玩这个东西，所以我买给他。而啱啱被爆去年十二月同太太石贞善正式离婚的好兄弟吴建豪呢日就冇接受访问噃，系咪离婚后心情仲未平复呢？我谂呢啲嘢咧就即系私人嘅嘢就保持翻私人啦，等即系都系讲翻开心，即系例如好似去揾阿契女嗰啲嘢啦，咁啊佢都喺度啊，咁啊好开心啊，见到佢咁啊，因为即系阿 Tessa 系我哋两个契女嚟噶咯，咁啊即系总之每次我哋见亲佢咧，我哋心情就非常好噶啦。